近日有网友爆料王思聪给豆德过生日，众人相聚，豆德搂着王思聪甚是亲密。应网友猜测，这是求婚现场。照片中豆德和王思聪站在中间，站在高台上的豆德紧紧搂着王思聪，二人头靠着头，穿着简单休闲，旁边众人围绕，看上去十分丰盛。网友们纷纷猜测，老王这是要求婚的节奏吗？还有网友则感叹，豆德好幸福，看得出来老王真的喜欢他，至少肯花很多心思和时间给他。也有网友表示，这是众网红的盛宴啊，看到好几个熟悉的网红面孔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